是我心之魔王叫做魔中云啊，啊，在这个在阴而气当中，主要的生存元素是能量，而空气与水也是不能够缺少元素。若是星球需要依赖水才能够生存，这个星球更是和水属于啊属性有关的星球，啊，暂且名为水晶球啊，水星球啊。相对的，在这个星球的空气中啊，水分子含量及浓度会高于啊其他的星球，再加上能量的吸收，这个水星球的众生才能够安好代代生存下来，维持星球的生命。而空气是啊遍满法界虚空任何一处，但是在不同的空间中啊，众生有不同的元素需要，而这个元素会散布在这个星球空气中，例如属于啊金属属性的星球，啊，在空气中啊，更会啊含有许多啊金属啊这个金属元素，所以在这个这样的环境下的金属星球啊，众生需要加上能量的呼吸，啊啊能量的吸收啊，这个才能够安好代代生存下来，维持这个星球的生命，而让地球啦众生需要空气、阳光与水生活啊。像我们给大众讲，像我们现在跟佛学啊，要知道我们是要灵性的提升呐、啊，啊，现在这个星球他们都是灵啊，也是灵性所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给大众讲，主要是灵性的提升。像香闻大佛是不得了，你看比丘啊、比丘尼都是要灵性的提升。啊，所以其实呢，你们不懂啊。现在啊，佛下来了啊，大家要积极啊，把灵性再提升。像你们今天访问啊，为什么我不是逼你们说访问要访问很多？主要是说要把有头有尾讲出来给大众讲啊。你看这个阴阳系的众生有这么多啊，这个讲得非常好啊，大家好好的听啊。所以在阴阳系中啊。我一起生命的最初来自于空气中，啊，吸收着空气中的水分子，而让我干枯的灵魂得到滋润及成长，啊，我不想去回顾我这个干枯的灵魂过去世事在何处，而如今是漂浮在银河系的空间中，在空气中啊成长，这样的灵魂是，啊。被有星球居住的众生所侵蚀，啊，侵蚀是一种感受了。当我不抓住这种感受的时候，啊，侵蚀更不存在。但是当我紧紧啊抓住这种感受的时候，侵蚀就像一把刀啊刺在我心上。这句话就是我们人道一样啊，都要听好不听坏，啊，假如一坏，你看就好像刀在割，这意思是一样。再来就是这个，这就是人类啊。所说的自尊与受损，啊，其实给大众讲，像我们现在在学习灵性的提升啊，这个身体很麻烦，啊，你能够康寿啊，人家怎么来侮辱你啊？这个要看你的修行啦，啊，现在人家讲一句话，大部分都是要听好，他不听坏。像我们在相关大法师啊，我在啊佛在开示，老师开示，注意，他就叫你身体要放下。啊，主要是灵性的提升。假如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要来见性就非常的容易啊。啊，假如你为了这个身，可能就不能见性啊，这是很严重啊。这就是人类所说的自尊与受损。所以，以我当作不在意的空气中的漂浮中成长。有一天，我好像在梦中见到一个水蓝色的星球，在星球上空啊覆盖了一层啊薄薄的。啊，这个保护层啊，这是一个小而美的星球。透过了保护层，可以看到朵朵的白云漂浮在空中，让我心中啊受到震动。我这一世的生命、啊，从开始就有记忆，就没有名字。我不需要名字，因为我没有人会呼唤我，我也没有同伴，不知道什么叫做孤单，因为我一直都是。过着孤单的生活，不属于银河系中的
任何一个空间及星球，直到我看到这水蓝色星球上空的白云，我帮自己取的名字叫中云，是在空气中的白云。日子一天天过，一天遇到了星际战争，我这个不争不抢不动的灵魂呢，竟然被抓起来当作这个俘虏我并不属于任何一个星球，但任凭我怎么样解释，对方星际战略则并不相信我说的话，并且把我的灵魂捆绑鞭打。本来我平淡安静的心因此而感到了愤怒不公平，我被当作奴隶般对待。在一次的混战中，我逃了那个地方终于呼吸到能活命的空气，从此我心性起了极大变化。在星际中，如果是没有依靠的众生，容易被欺负，所以我努力地强壮自己并且其中的跟我一样漂浮在空气中的灵魂当作伙伴，我们齐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力量，就是人们所说的魔性。如果没有魔性做主力，在银河系中是被灵力欺负。因此我这股力量渐渐的往魔性发展，才保护自己保护自己吸收越来越多的灵性来强壮我的魔力吸取散布在空间中微薄的能量积少成多，而形成一个魔众团体这个从此之后，我成为魔王花号司令，对魔族魔神们，我带着他们到处吸收不同星球的能量为的就是成为一个人能够适应并且面对各种星球对我的欺凌我们在这星际中寻找生存空间，终于找到一个空荡没有其他众生存在的废墟星球，因为我们自己强大的适应能力，于是在这个星球停留居住下来。从此我魔中云成为这个星球的星球上的花号司令者。我不攻击对方，但如果对方主动攻击我们，我们一定会全力防备回攻对方。主要用的方法就是我可以用魔力制造这个魔云虽然看起来是白色，一旦接触到对方就变成不透气的黑色，覆盖对方的全身，令对方窒息而亡魔云的魔力越来越强，更能够轻易的让对方窒息身亡。在这个星际中居住下来之后，我们就没有再移动位置，并且很少活动，所以即使靠着微量的能量，我们也还是可以生存下来。星球四周画出的是灰色的暗光，因为我们所处的星球是处于在星际中的边际，不容易被发现。在安静了好一段日子，最近我们星球周围突然大放光芒，这个一道光经过速度非常快，这里从没有看过这种现象。最重要，这道光如此巨大，金色的光芒中带有很强的热能，还有不断的放出来的南无阿弥陀的音乐声。刚开始魔尊跟我报告我不以为意，但也随着他们驻守在我的星球的天际，想要看看魔族魔尊口中所说从未见过的光是如何。我们不知道光何时会出现或者是不会再出现毕竟在星际当中常常发生许多想不到没见过没听过事，而后自然消失。近后来一阵子后，果然从远方闪过一大束的光芒
我还来不及看这道光来自何方，去向何处去，光芒更已经消失在天际中。看来我们这里并不是光停留之处，只是光的经过之处。我们这么说是因为，即使没有停留，但是能够见到光的出现，更表示有好消息。这是星际的啊默契啊。在一般我们啊不跟星际中的众生来往或打交道，但此时啊这道光对我就有一种无形的吸引力，而且很特别是啊我们的星球啊周围所放出来的灰色的暗光既然褪去，而显出的微弱的亮光，这样的改变让我们很惊讶，但也感到有些无法适应啊！毕竟啊，长久以来都处于在灰暗的世界里头，如今见到这一样的环境，更是啊，有这亮度啊，仿佛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给转换成明亮。我心中明白啊，这是因为那道金色的强光中那一股强大能量所造成的改变。聚光经过之后，原来啊覆盖在我的星球啊，覆盖我星球上方有我的魔性之能产生那种啊那种成魔物，既然见不到终于啊让这颗原本啊虽然极尽的灰暗的星球转变成一个有亮度，不再是不容易见到的灰暗星球。虽然我们的星球不大，但是里面许多的某种存在因为本来能量不足，大家显得弱小。此时的星球不但是明亮，而且在空气中散发出啊能量元素，这是我们一向所缺乏。此时啊啊竟然如此轻易得到，在每一次那道光经过之后，我们空气中啊能量元素又再增加一些，使得大家在短期内长相都变了，可以看得出来强壮，脸跟全身也不再是灰暗，而终于啊显现出啊一点亮光。大家对于这样的改变觉得非常惊讶。啊，刚开始啊，大家也不敢相信这个神奇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这一些并不起眼的魔众身上。但在一次一次的发生之后，大家接受了，并且心中升起被遗忘很久，或是从来没有发出来的感恩啊，从来没有发出来的感恩之心。大家想要知道，到底这光是来自何方？当我们身为魔王的身份也必须对这一件事情有所了解，于是带来一些优秀的魔子魔孙决定，当知道光再度经过时，我们要跟随在后面去了解。刚开始我们能量不足，实在跟不上聚光的速度，在多次的能量元素吸入之后，身中的能量大大提升，于是终于跟上了聚光，绕了银河系好几圈。我们发现这个情形对聚光的飞行速度一点也无损，但是对我们身上能量原子几乎已经快要用尽啊！我突然灵机一动，带着我的魔子魔孙进入聚光中，于是用力啊往前冲。很神奇，我们不需要用到自己身上的能量的元素飞行，这道光自然就有这力量带着我们前进。没想到光中的能量如此巨大，在绕了银河系啊十几圈以后，离开了银河系进入另一个空间，而后离了银河系越来越远，眼前竟然出现了许多以前梦中出现过的水蓝色星球，穿过了薄薄的保护层进入白云当中。就是因为见到这个自由的漂浮的白云，才有了中云的名字。穿过了白云呢、啊、往下经过几个地方，接走许多的众生，而后
回到一个明亮的发光体。我并不清楚这是何方，这里我已经有满满众生啊，这里已经有满满众生等待什么？看看出来，其中有一个银河系的众生，我们停留在其中。此时我可以感受到自己身上还带着刚刚具光中的能量。我们问这一位像是星际中的众生，果然没错，我们不需要有任何音声，从双眼中更可以传递讯息。原来我们进入了星球叫做地球，刚刚所经过的厚厚的是地球上空的白云。我们现在落脚地方叫做澳洲星空大佛寺，而巨大的光芒，二是由佛寺中的人类师佛所发现出的千百亿化身，带领了许多啊身上充满光亮灵魂冲入天际，绕了银河系、天际及地球几个主要国家，为了要超度众生，带了一些受苦有缘的众生回来佛寺，送入佛寺的金光中，进入西方极乐世界，更可以离开苦难。这些众生也包括银河系许多无主受苦灵魂、星际众生。之后是我的千百亿化身又进入了人类所有身体，二人为一体。这一切好像在做梦啊，连啊啊接着一起的生命与地球，这是我跟着地球的缘分再次重逢啊，似乎有一股力量在牵着我来到此地。我和我的魔族魔孙啊，以及现在许多来自银河系啊，要前对说致谢佛语啊，求救的众生，一同做的心胸前向诸佛请求光能啊，并能至善感谢之意。我们没有任何恶意，这一切是为感谢。在同时，诸佛也感受到有众生进来心而后啊，请了写下我的心声，并且协助啊前来求救的银河系啊众生代表及当时连我在内的几位魔子魔孙，在一声巨响之后，这个我全吸入西方法净土。啊，魔宗也要在三十系列。啊，进入这里之后，在我们眼前，啊，展开一幕一幕法会现场。原来啊，那是我跟随师父的聚光回来佛寺。啊，法会当中是我千百亿化身到银河系超度众生的过程，我们很幸运能够跟上啊，进来此地。这里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光啊，发光体，里面充满了啊，里面充满了充足的能量。我一直在啊搜寻这一股能量到底来自何方，后来发现来自佛寺佛身中，这尊佛就是地球人啊。名称为南无阿弥陀佛，佛身身上所放出来的金光从未停过，而且南无阿弥陀佛唱诵声从佛寺人们口中唱诵出来，每一个人呢、啊、唱出来的佛号带着不同能量，有的是非常微弱金光，有的几乎看不到任何光芒，甚至啊有些还发出了啊，这微微的暗灰色啊，在这个法会现场的师父唱出每一个南无阿弥陀佛符号，就跟阿弥陀身上放光的金光一样，放出金色能量，金光充足又有力。我们又看到大家的心，原来不同的心唱出来南无阿弥陀佛，放出来不同的啊光芒。这么说来，说我的心就如同阿弥陀一样，所以呀、啊。所放出的光芒就跟了阿弥陀身上金光相同。啊，另一幕让我感到非常惊讶，就是在法会中，非常多的众生布满法会空间，啊，各个长相有的相同，有的不相同，啊，形状有的像人类，有的像地球上其他生灵，还有像星际，
银河系的飞行体及星际众生，不同的星球有不同长相，因为大家吸收的不同空气元素，生命长大长度也不同，还有许多啊，这个来自于各方面生理，这里就像一个宇宙众生大集合，除了像我们星际众生是来求光及能量以外，还有许多众生是为了来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并不认识啊，我们并不认识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从华威现场这么多的众人前往情况看来，那已经是一个美好国度。我听说啊，蒋经说那是阿弥陀的国度，那里有用不完取不完的光能量，我心中明白，难怪说我在银河系经过地方身带光及能量，就像阿弥陀一样，所以能够带给我们心际满满的能量元素。此时此刻我们相信这里也等于是西方极乐世界，有一天我们也回到那里，不会太久。那么法经访问的啊，魔宗叫做赛斯魔王啊，我爱生气，会任意的攻击人，我最大的武器就是我不怕自我毁灭，一旦有人惹到我，我觉得吞不下那口气啊，我一口气起来整个喉咙都在烧，当我失去理智时任意攻击毫无保留，我的魔子魔神都怕，因为我只要不听我的话，我就一把火把他们给烧了，让他们痛苦难耐。当我闯进这个佛地时，目标明确，就是那位师佛啊，胆敢啊闯入我们的银河系，占领了好多的地盘，将我原本势力啊给破坏。一天一天啊，侵入的地方越来越多，这让我受不了，我早就跳脚，要不是魔子魔孙啊让着我早就来了，不会等到现在，总也等到集会啊，集会时我以一团的火球方式朝向和我作对的人攻击，我火球的范围很大，从来也没有一个人啊攻击的人没有攻击成功，但我却在闯进佛之后，全身的火球瞬间熄灭，那一瞬间呢，就算我在生气，火球还是无法再燃起，一直有很暖的光照在我身上，我进入一个无法出来的空间当中，空间充满金光，一直在洗涤我的全身。刚开始我狂叫，希望可以逃离，但不论我做任何抵抗都没有能改变。看到好多人都被送入死地，我知道我出不去。过去的生活瞬间呢，就大变啊！原来啊，我还无数的计划等待我去进行啊！我的天生好战，准备啊，大肆在银河系中发动战争。我是火魔，身上有火，火烧是最快速的攻占星球方法。在银河系中，我将自己训练很久，所以到处量夺能量，来让自己身上的火焰可以更大。只要我站出来啊，发出邪恶的笑容，大家都会怕我。之所以可以成为火魔，也是我付出很大的代价。当初选择走这条路，我付出了身上的痛楚，执意训练自己，为了让我原本星际能够得到能量，我和他星球交换条件，我成为他们量夺其他星球的攻击者，也就是最前线，带有自我的毁灭的力量。我不得已破坏那其他星球，我的攻击力量很猛烈，因为我必须要赢，他们斗不过我，最后朝我放一把火，我全身在火焰中燃烧，为了最后的胜利，让大火烧到我身上。我痛苦，我以为我的意志撑着，最后我成功，但利用我的星球并没有
例行承诺，还是让我星球在我眼前啊坠落？我气，我恨，我再将自己全身啊点燃，攻入那个欺骗我的星球，大肆啊破坏。耳边的哀声我已经听不下，因为愤怒占满我的意识当中。当一切结束，我回过神，星球已经被我破坏的啊啊，使劲啊，星球啊，人几乎都灭亡。瞬间我大笑，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自己的未来，我心已经被撕裂啊，已经没办法再回头，所以我决定将这个星球整顿，成为我的国土。那个遗留下来的星球人后来成为阿成，后来都被我杀死。在我星球中一直壮大自己的意念，将火烧的烧片割出，最后再重新组合。我的灵性已经同魔中，我成为火魔，在我的心啊星球中充满的烈火啊。我在银河系间呢到处闯荡啊，这个战无不胜，我相当的强势，我的战机啊在某些星球上散布开来，许多小魔把我当作敬佩的对象，欣赏我的胆识和敢冲，他们呢蜂拥前来，我的星球想要投靠我，但我的星球在焚烧，相当的啊真的火热啊，要见到我必须要通过大火考验。我坐在星球中心处，见到我的魔子魔孙啊，就说表示经过一番的考验啊磨练，他们有一定的胆识啊。在星际中啊，我以各种方式啊训练他们，让他们成为可以啊运用人才。我说到魔子魔孙不算多，但个个都是精英，很多时候我会带着他们在银河系啊巡查观察各处各星球间的变化，只要有一点异啊，有一点异于啊原本之处，我们可以从远处观察观察，有异就适时的现身，有时候保护星球，有时候占领星球。此时很多魔子魔孙呢陷入疑问之中，我们不是魔众啊，为什么要帮助人？我没回答啊，选择沉默。我的心情不好，虽然自己会占领星球，但不合理之下啊，一大气小我会看不惯啊。在银河系间呢，我有许多地盘，也有许多魔众，有很好的交情，这次会知道这个佛地，也是其他魔众慌张跑来找我，说他们的地盘被一股力量改变，那股力量使他们怎么也抵不过，力量的速度快，才一扫过啊，就能够让一处改变，已经有无边无际的星球都受到影响，甚至原本某些的地盘势力也在不知不觉被消灭。当我第一次听到这种消息时，不太想要插手管，因为我没有亲眼看到，也不知道这消息是不是正确，所以我就此放下。没想到隔一阵时间，又有另一个魔众前来拜会我，说了同一样的话，他那表情啊很气愤啊，并说东西各方魔众都受到影响。我之所以啊后来生气，也认为我们魔界也是虚空中其中一个法界啊，都应该要尊重。如果在没有彼此间互相讨论情况下，就这样任意以强势手段前来我们的领地，这件事情我应该要管。但魔众们知道我愿意跳出来啊，都拍手叫好，希望我可以啊
替魔界讨个公道，让这股力量不要持续的蔓延下去，否则到时候大家不好生存。经过调查后，我发现这股力量来自地球。地球虽然不是什么大星球，但却是孕育许多的生命，许多突破法界的修行者，听说都来自地球这处，所以我对这组小有耳闻。啊，既然如此，我就锁定了地球的方向，带了我最强大的佛军团，想要在地球来进行谈判，帮助魔界找出最适合的方式啊相处。当我寻光前来，看到景象啊亮丽，光泽中带有透亮光所照的地方，看着一片祥和。看来这股力量跟我们魔界力量完全不同。观察后，只要进到光中，灵性面貌就会啊大大改变。改变后，脸上啊挂上宁静笑容。当我看这个景象后，知道此处确实有令人敬佩的地方，但是我不怕人不慌。这股力量虽好，却影响我们。当我们想要找寻带头者谈判时，却是受到层层的阻碍。一次，我失去了耐心，最后我生气，全身涨红，燃起了熊熊的烈火，往前冲。还将火的范围增大。当我准备要冲破重重护法时，却有一股轻柔力量将我挡下来。一股徐风甘露的水将我火给消灭，瞬间我呆住了。我的魔子魔孙全都跟我一样情形，又一瞬间巨响，就把我送在一处关起来，那就是法净土。一切都来不及反应，刚到法净土上使我很生气。才慢渐渐的平静下来。看到此地救众无数，我心中感动，愿放下过去重新过来。好，我们的火慈悲给这个刘赛斯魔王，华名叫施全德。听了几天经我参加了法会。当盛大法会在我眼前，我心感动。第一次我听见了前面的尊者诸佛每个人身上都散出光芒，踏着清透的莲花，四面八方的众莲环绕在佛寺，整个佛寺大放光明，光亮团子宇宙之间，除了众灵之外还有许多魔众也前来欢乐，有些想要来归顺，有的前来探查。第一次看到师父超度时相当惊讶，站在台前化身无数往各处空间，一句佛号可以见到无数的众灵空间开启，被带往光明之处，也可以见到超度时，是我相当的平等，没有好坏区别。每一次更是突破再突破，就是盼求可以多度一点众生。众生们都在各自的空间当中，不知道过了多久，终于可以见到光出离。我看见众生出离的画面，密密麻麻，场面浩大。本来我还没有能完全放下被困住的心情，但当我看到超度场面，我心松解了。原来我过去以为开阔的视野在此却还是如此的渺小。过去我在银河系照下了夜光，伤害的众生再次忏悔，看到所有心如此为了众生，几乎没有停歇过。我知道他真是佛心，来此佛地上演，我感到珍惜。
佛如今啊，佛如今来在娑婆世界，大家啊都可以得救。每一条灵在虚空中很微小，但每个灵都有佛性。感恩佛啊，让我进化改变啊，活好慈悲。感恩诸佛啊啊，四群的那个性很不好啊。现在给大众讲，在银河系还有几亿的星球哦，很可怕的。好，我们来看看干扰是我头部的摩洛拉啊啊，摩卡啊，是我存在星球，此星球上名字叫做摩洛拉啊，洛拉是两个字，是取了我们星球的音啊，转换为地球上的文字。真正的洛拉是两个字的发音，在我们摩卡星球上有特殊的意义，指的是正义，代表我是正义一方，是所的正义的使者，所以啊，名为摩洛拉。啊，究竟的摩是什么样子？我也是摩，但对我来说，我的魔性是用来帮助其他星球，而不是要伤害任何众生。但我所用的方式强烈的具有伤害性，所以我称自己是魔。啊，我并不完全啊属于啊摩卡星球的子民，是后来成为魔后才搬进这个星球居住。在进到摩卡星球之后，我游走在银河系中，没有一个固定的去处，每天呢、啊、不断的移动位置，只要找到一个适合的啊地方，我就待着。待了一段时间后，我再离开，换再找一个位置。我通常不会让自己安逸在舒适空间里，反而会选择让自己待在比较艰困环境中。之所以啊会这样做，有我的目标存在。一者是我想要提升自己的灵性，二者是我想要守护银河系中的和平。这两大项是最主要的原因，使得我选择待在魔众啊特别多的地方，让自己在里头啊磨练定力功力，然后可以啊和其他的魔众啊互相抗衡。当我在银河系中游走时，不断的看到好多的魔众出没在银河系啊，离他们很多啊都在争夺能量，多数的星球的能量都是有限的，在如此情况下就会有互相争夺情形。尤其存在银河系中的魔众，他们特别容易出现夺取其他星球能量的行为，对其他的星球造成或控制星球中的众灵。正因如此，所以我是积极地想要进入魔界中，了解魔众的心性啊，并借用魔的名字来强壮自己，让自己融入魔界中啊，用不同的观点看法来改变魔众带有魔性的想法。进入魔界后啊，一开始就被当作间谍的角色，认为我是正义的一方面派来的间谍啊，刻意派我进到魔界中探查魔情，再将情报啊传回正义一方啊，以此方法渐渐的击垮魔界。当啊魔众以这样的角度看待我时，我更很难在魔界中生存。所以当时我受到非常多的魔王的攻击，他们全都想要啊击败我啊，将我踢出魔界。这时的我就是处在一个非常艰困环境中，我必须坚强不放弃，才能够从中度过。幸好我的愿心非常强大啊，既然我决定进入魔界中，借用此角色来维持银河系的和平，我就不会
轻易的放弃与改变心，所以在我被其他魔王逼到绝境之时，我依旧坚强站起来，以示我坚定的信念。从我加入魔界到现在，大约9000年了的时间。这9000年呢，并不算长，啊，但是已经让我在魔界中有一定地位存在。我所说到的魔子魔孙呢，全都是精心挑选过，他们全都是误入魔界中的魔众，啊，造恶之后啊，才心生悔意，但已经回不了头，就来这里啊，由我来收留他。我带着他表现上作恶，但实际上在维持银河系和平，而不让其他的魔众伤害任何无辜的星球。当我开始收到收留这些魔子魔孙时，我才发现原来这样的啊魔众在银河系中是非常的多，光是我这些魔子魔孙就有4000多亿位，4000多亿位啊，这个全都来自于啊银河系宇宙中的魔众，啊归属星球不一，啊很多的魔众都是回不了头，却又 无处可去，才会继续在魔界中作恶，啊我给他们的机会，带着他们表面作恶，实际行善，他们都感到非常开心，那是他们心中的善意啊，这个啊让他们呢、啊、这个知道这样做是对，所以啊每次成功的救了一颗星球，这个魔子魔孙就会大肆庆祝一番。但是我们也不是每一次都能成功，因为真正的魔界的势力啊，他们是虚伪魔，也有魔众称我们是假魔，什么样的说辞都有，想尽办法想要攻击我们，不让我们继续在银河系中生存。我不希望我的魔子魔孙受到伤害，但是银河系中的恶势力啊不断的增长，我的存在越来越受到威胁，我就快要抵达不了这一个恶魔。为此我开始寻找能帮助我的力量，支持我继续所护银河系的和平。然而要在银河系中找到这股力量并不容易，因为每个星球啊中都知道恶势力的可怕，没有一个星球会想要耗费自己的星球的能量去啊侵犯这些魔众，因为成功的几率并不高，最后可能不会成功，还会让星球整颗的啊毁灭，所以几乎不会有一颗星球啊愿意这样做，就因此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啊、帮助我，所以我必须非常辛苦寻找支持力量，找了3000多年时间还是找不到，就快要撑不下去，幸好就不久看见银河系中一道金光，才让我重新燃起希望。当时啊，我意愿的飞行在银河系中，啊，突然感受到一股能量在某一处正在运行，那股能量非常强大，却又是非常的柔和，一点也没有伤害性，而且正缓缓的不断的向我靠近，让我感受它的存在。当时我非常的疑惑心想，那什么能量？决定往能量的来源处探查。我小心翼翼的快速往前飞行，身边并没有带着我的魔子魔孙啊一同出发，打算在我确定了什么能量之后，再让我的魔子魔孙知道。在我飞往这股能量过程中，遇到非常多的阻碍，如同在啊闭关一样，必须经过重重关卡，最后全都通过之后，才能让我找到这股能量。在这样的过程下，我心中更加确信啊，这股能量绝对能成为支持我的力量，所以不论如何，我都要顺利找到这股能量。
这样的心念让我瞬间变得很强大，什么都无所谓，就是不断的往前冲。终于啊，穿过了37000颗星球后，金光出现在我面前。当我看见金光那一刹那，竟然我感动了，流下眼泪，因为我知道我找到了，真的我找了3900年的时间啊，才让我找到这个金光。我沉溺在金光的能量中，让这股能量温暖了我的心，帮助我重新充满能量，可以继续在银河系中守护和平。我不停地观察这道金光，想知道金光来源究竟来自何方。我自己观察，我看见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是金光的核心，就是这么大的金光全都由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散发出来，而将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带入银河系中的是一位星球人。这位星球人身形我曾经见过，是某个星球人，但我已经忘记是在哪个星球看过，在哪看过？像你们啊，找到化身那就不一样！为了得到答案！我继续跟着这个道观，不断的金光去找那个那里，哇！紧紧的跟在后面。当我跟在金光后面时！清楚看见金光聚集了非常多的星球众灵，包括飘在银河系中的星云、尘埃、各种复杂气体等众灵，全都一一得救，一投入金光中，再也没有出现。当我看到这一幕的画面，确信这家金光和我是同一阵线，绝对能够支持我守住银河系的和平。我跟着金光来到现在所在这颗的星球，当时还不晓得这个叫做地球。当我一出现地球上，立刻有其他魔众朝着我飞过来，他们将我团团包住，问我摩罗拉，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我一看的魔王，又是那想要攻击我的魔众，他们全都是代表恶势力的一方。我没有将自己前来的目标告诉眼前的魔王，不过我从他们口中得知眼前这位与我站同一线的星球人，被称为苏佛，他拥有的法身可以利用法身在银河系中超度星球众生，所以我刚刚看见的就是苏佛法身，而苏佛超度所用的就是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无比强大的力量，你们这南无阿弥陀佛抓紧这个很重要救度了无数无边的星球。当我从这个恶势力魔王话语中了解苏佛之后，心中暗自决定一定要投靠此地，只有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才有无量无边的能量可以拯救婴儿系的星球。我立刻传送指令给我的魔子魔孙们，告诉他们现在大家全跟着念南无阿弥陀佛，只有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才能够拯救银河系。我的魔子们很听话，听见他们真的都在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还听见他们惊讶的声音，因为这句佛号真的法力无边，而能够产生巨大的能量，是我们在银河系中寻找这么多年从未见过的。我跪着感恩苏佛当我靠近苏佛时，我的魔力会干扰到苏佛，于是苏佛将我送上西方法净土，就是现在我待的地方。在法净土上，心中挂念着我的魔子魔孙，担心他们在没有我的带领下，不晓得有没有办法战胜银河系的恶势力。不过令我安心是，他们现在都懂得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句佛号能够帮助抵挡恶势力，也希望他们能够将这南无阿弥陀佛散播每一个星球让个每个星球能得到活力的帮助
啊，也能够啊帮他们炼火解脱。啊，我们真的很幸运，在我来在地球时说正在进行三十天法会，我从来也没有参过这样的法会。啊，这或许是此啊地球人创造出来的殊胜仪式。我对法会啊感到非常有兴趣，因为啊眼前所看见全都是金光，就像我在银河系中啊看见那片金光一样，而这片金光让法会现在充满了无限能量，能量不断的涌出再涌。这时候啊，我看见既然也有其他的星球众生啊，开着各种的星球的交通工具前来佛地，他们全都是来求能量，而在求能量同时也求佛超度他们，帮助他们能得到解脱。当我看见这一幕，心中啊非常感动。在银河系中啊，我们都在拯救这些星球，但我没有能量可以给他们。现在他们终于能从这句南无阿弥陀佛佛号中得到了能量啊，甚至能够在诸佛法会的帮助下得到救度，真心为他们感到开心。看到诸佛的法身千百亿化身进入各空间超度，每一分每一秒诸佛法身都没有停下来过。我知道那种啊冲劲就像是在我在银河系中感受到这片金光啊支持我帮助星球时不断的啊往前冲去，那股啊冲劲就是那股冲劲，一股想帮助众生强大心念啊帮助我们不断的往前冲。我万分的敬佩诸佛，好多空间众灵在说化身呢、啊、超度带来了啊金光，南无阿弥陀佛圣号之后，大批大批的从空间中出离，整场三十系列法会召集无数无量的众生，才一场法会已经所度的众生远远超过我数千年所救的星球众生。当我看见师父法身也同时救起了魔界中的魔众时，我惭愧地哭了，因为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这股能量能够如此强大，原因是佛慈悲的大心量，不仅所有众生的过错全都救度，就是这样的无边心量让能量更是无穷尽啊！现在我终于真正认识阿弥陀佛诸佛，真正大慈大悲，完全见识到这句南无阿弥陀佛的法力，以及啊诸佛化身啊救度众生慈悲啊以功力真实大大无穷啊浩瀚无比。像我也给我们比丘你讲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给大众讲啊，这个你有化身了 啊像你们呢、啊、可以观想啊，这观想的好处在哪里呢啊，学观想不要怕。好，这个台湾的黄春祥李显书哦，将他母亲啊黄成金啊金銮呐 啊这黄成金的母亲啊哦在轨道啊，好跟在儿子身边。好，这黄成金銮啊上来啊，上华净土。像我们啊人体啊给大众讲很重要，这人体啊找回法身啊这不得了。像今天你看到无家净不能走，看到了吗啊，这次啊跟他众生化解，那我也给他众生讲啊，而且你要他身体也没有啊，他能够到佛寺里面也有福报。假如说啊我不要讲无家净了，讲你们啊比丘师兄弟子众生都一样啊，像啊讨债还债不是办法啊。像我们现在啊这个佛在救世啊，你看银河系都在救，假如你们啊众生大家能够出来啊，这个对你们啊帮助很大，不要在人的身体。像今天中午我讲的经啊
假如说你的众生有听到的话，那应该要出来。那为什么呢？我很恨你也会进你身体，我很爱也会进你身体啊，而且啊我啊这个我很不平也会进你身体，还是你啊这个对这个啊人道来讲啊，其实人道在这世间为什么说啊我们有啊几千世，这世啊这个几千世啊，这个众生都在我们身上的来啊，那这身上怎么这么多在身上，叫做执着啊。像我们现在在讲经说法，也给大众讲，千万不要执着啊。你要执着就像我执着我的孙子，我可以在孙子身上细胞了，而且是在空间，而且年代不同啊。我喜欢女人呢啊，就在女人的细胞里都有男人细胞啊，这不是佛解开，我们也不懂。所以给大众讲，像我们身体叫做科技的科技啊，一定找回自己本人。假如说你啊今天能够找回，就像灵性的提升，像我们现在在开发叫做灵性的提升啊，灵性的提升第一重要就是心不能想啊，生与欲都不行，就好像在这六字红名，你们要把它抓住啊，对你们要自己要帮助是最大啊。所以给大众讲啊，这个佛法现在阿弥陀佛法界藏尘不得了，你看这个银河系的星球，几亿的银河系星球火燎如炉掌。像今天呢，我不是自己冲上银河系，佛也没叫我去啊。这句话你们可能听不懂，这叫真理啊啊，你要自己取自啊去开发，开发佛就加持你啊，因为这是因果。像我在讲这因果，你知道吧啊。假如说啊今天呢、啊、人家讲说以前人家讲说啊这个好像因果这个不能乱来，就是你今天没有这个缘呢、啊、你因果要去受报。哎，你可以问佛啊，所以我们在栽培法身呢、啊，就是要自己开发的嘞。啊，今天我不进入婴儿系啊，啊，婴儿系没办法救的。所以人道很重要，人道的法身呢非常重要。我跟你们讲，你要听我。像我到宇宙婴儿系，像我自己进入大陆、进入山林，都要我自己开发的嘞。你可以问佛。啊，没有开发佛没办法啊，怎么问我教你啊？现在俗世界讲啊，开发银河系，开发宇宙啊，开发这个啊，这个整个地球的啊大陆了啊，东南亚都要自己开发的嘞啊，开发他就加持你，所以人道很重要，不然他去就好，也不用我们了，这叫做因果了，给大众讲要听。所以里面必须找到法身啊，法身自己去开发啊。我讲这个佛也听到了，佛啊，你就佛写的开始就对了。好，我们现在看啊九十页啊，专敬之前，这专敬之前啊，阿弥陀开始好久啊没听到这几句字了，是吗？这是许多啊年长的孩子曾经啊熟悉印在脑中字啊，却也是许多年轻啊年幼孩子陌生的字啊。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啊。像现在啊，专敬之强，专敬啊啊，禅敬自立之强。像我给大众讲，像我们看到无量寿经啊，真正的佛法啊，我和南蛮头专敬之强的来，要靠自己啊。像我们呢学佛要不要靠人？不能，要靠自己。那为什么靠自己？我把它打开了，人有个心啊，你帮忙他不一定是真心的 啊你假如说这个心啊
你自己真心的修行，那是不一样的。我给大众讲又听啊，你看看那个佛啊，啊，法藏比丘高才勇者，每个人都可以高才勇者的。所以你自己啊，法身呢、啊、要去传。像云端都要进去啊，海底都要进去啊，冰山都要进去啊，啊，阴间也进去了，要看你的心量了、啊。这就是佛法了。所以你们呀、啊，要找回法身呢、啊，你们要学超度。啊，而且心量要大，没有一个不合的人，你能够进行的。假如说你啊，一个不合，你要进行，你跪给我听，绝对不可能。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啊，所以这个许多年长的孩子，啊，曾经啊，啊，熟悉啊，印在脑海中，却也是许多年轻年幼孩子陌生啊的字，啊，专敬自强啊，啊，专重沉静，自立自强。当人们处在任何事，面对任何的啊人的语境啊，能带一颗啊专重。啊，沉静、自立自强的心，许多事情便可得解。像现在不是法会，啊，我不是只有十千几千，我闹很久。啊，不入虎穴，却得虎子来。而且看到他们极易的星球，像你们呢，学到法身就不得了。所以礼拜一礼拜三就一直拜佛拜到醒啊，假如说你拜佛 啊就是会累啊，没有办法拜，那你就输掉了啊，越拜越爱拜啊，越拜越有活力啊，越拜越喜欢，你们就赚到了啊，主要是找回法身啊。啊，所以专敬自强是一种正面积极的态度及行为，而、啊、不是老化的字啊面的意义，而、啊、是一种精神，而不是口号。这句话很深的来，像我们现在讲发心的、啊，要靠自己啊。啊，为什么我跟你讲这个？为什么叫他问佛？他们三个都可以问的嘞。啊，学佛都要靠自己啊！像我给吴家靖讲，你要了解我脚被拉断，我没叫人家雇我的，你们问这里面人，没有人雇啊。我不要人家雇的，你要人家雇，你就是老人。啊，像阿姐要给我雇，我说你要把妈妈当老人，你就给雇。后来她回家了。像我们今天呢、啊，学佛是不老的啦，要看你的。啊，看你的心是不是真的的学佛，这是真的了。啊，人的病啊都可以好。啊，不然你看看你今天您起来都不行，你现在还可以爬楼梯的。佛是大医王啊，我给大众讲要听啊，这不能骗人的来，要看你啊有没有诚心跟佛学。你写好了是吧？啊，拿来，我看你写的对不对？啊，真的就是要靠自己的。啊，这个苏师姐啊，啊，在说自己发啊，开发银河系宇宙等地超度，请佛开示。开发为其愿心呐、啊，发自于自心呐、啊，啊，于是自力而行啊，一切都在自愿之中进行。啊，为众为度众啊，离苦。而为，啊，而为为佛行也，佛当助之，佛啊为佛应之。你看我开发的，现在我跟你讲，你们要去开发了。我讲给你听啊，不是在炫耀，你不要误解啊。
一个多小时啊，早上你们要去观想，啊，不要进去就睡觉。你要看啊，啊，不要靠人的，靠自己的。我自己进去开发的嘞。啊，所以这张啊，就在法学打一打。贴大字给他，自己可以开发，对不对？啊，这个，人家这个讲一句话，我不会讲啊。好像在因果之中啊，他这个啊不能乱来的嘞，就是你一定要自己去开发，啊，这个不然佛没办法帮助你的嘞。所以你们以后啊，自己要开发。我讲你们听到，你们看我就拿给法学啊，给法学打，啊，所以一定要法身啊，你那切到法身你都不得了，啊，自己要去开发，就要想好，我今天吐论吧，我要把它超度，你就去超，我就加持你，还是啊，我现在是台湾啊，我要去啊，这个超度台湾，我就加持你，要看你的心呐。像我为什么要讲出来给你听啊？有法身好处就在这里啊！要看你要不要一直开发啊？你看怕不怕？你看我眼睛被他打得这么红，我也不怕，我才不怕嘞！刚刚那个吴路桥进去看我眼睛很红，对不对？我刚好超度完了，在刚刚进去，我刚好超度完了。啊，你说怕不怕？我才不怕，我很值钱的啦。啊，只要你会超度啊，一直突破，啊，一直突破，一直突破，对自己啊，啊，能够升级啊，不一样的嘞。啊，所以啊，这个专精自强是一种正面积极啊态度与行为，啊，不是老化字面意义，是一种精神，而且你要做的就是无量寿经啊。佛所在救的，你看第二果禽兽冤魂东夷及夜魔罗界，三恶道来生火煞，这都要救的。所以你看我冤魂都救多少，啊，把我咬得全身烂，都要救，没有那么简单的嘞。按说人家攻击我，你说怕不怕？我不怕，我觉得我很值钱。啊，假如你啊不入虎穴，却得虎子，像我一直在提升呢、啊，啊，为什么要提升？我才有办法啊，把您带动起来。我希望你们见性呢、啊，啊，你们每个人的见性就不得了了，都可以的嘞。啊，不是啊，佛教你做什么？那不是佛法，啊。这个因果，这是一个自然的，啊，你要去突破，你要去救，那我也不晓得，应该是有几百亿的星球，无微不动，给他进去以后，就是一粒一粒一粒都是，我们就是一直念佛，所以给大众讲，大家都可以观想，看你敢不敢，你要敢突破，佛就加持你。我在问这海亮，他不敢，他敢了几天就赚到了。我给大众讲要听，啊，所以佛之真理啊，正道啊，这个宇宙总则是一种精神，而不是口号。啊，所以这个啊，非遥远不可及啊，高不可攀，啊，以声闻处处有佛法融入声闻，你看他都教你。你跟他学啊，跟着佛学，啊，无量寿经你都一直跟他学。现在我们啊，星球是银河系啊，宇宙了，啊，地球了，像地球我超度很多了，啊，每次上十七年我都在上面打鼓，很大的鼓的嘞，啊，也是在超度地球啊。要地球大家苏醒，地球人道污染太厉害。现在啊，我看到地球的污染就是这些科技，
啊，不是小孩，大人也一样，而且污染得非常的厉害，不能骗人的啦。而不是佛法是啊，这个而不是佛法是佛法，生活是生活，这样的佛法啊，才是真正受益啊。所以真正的智慧学佛人，专精自强，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啊，是自利的行为啦，是自利一处啊，当下就得到佛菩萨加持，有没有？我就是这样。这不能骗人的啦！啊，所以结果不论如何都要感恩呐、啊，感恩自己啊，虽然处于险境啊，差点离佛而去，就回到活道正轨。啊，这句话好像大家听不懂，像我们人的个性呢、啊，也不能够做主。啊。只要你能够一个做主啊，啊，看到啊这个佛这功夫这么好，你要跟他学的来。像人体的个性要不要随要啊？啊，有这个性呢、啊，你也不能主义啊。只要你的个性，你就被控制了。现在我们有好几个就是这样，个性把你控制着来，划不来的嘞。啊，所以也给大众讲啊，如今啊，众生之苦难当难止啊，啊，我有佛法可解可得悟，啊，真实啊可解险境啊苦境，啊，说专进自强自信啊，自力起现啊，是一股啊坚强毅力的力量，像学佛要有这个。啊，今天我讲给明比丘、比丘尼、释动经，就是要你一股啊坚强毅力的力量。啊，你假如没有，你就输掉了。啊，跟谁打败输，跟你的冤亲债主。像我以前呢、啊，知道大陆最苦，啊，像大陆说世界啊，这么多大多大的国家，其实、啊、我第一个就是超多大陆，我超大陆超差不多快要到15年跑不掉。有15年了，而且大陆的三个大地我都在超度，所以啊，我头一次超度大陆啊，第一个他的地神啊，这大陆的地神啊来找我，你也给不？很大的地神啊，他叫我不要侵入，啊，我不理他，我照侵入。哦，来一个很凶哦，非常凶的来。那为什么我第一个超度大陆？我是中国人。我不要中国战争啊，像我在修行啊，我跟你们啊，你不在跟我不一样，越苦的地方我越超度来，我是这样子超的来，啊，大陆我超，人家就讲你怎么不超台湾？我觉得我们台湾太富足了，我们台湾什么都不缺，我给大众讲要听。啊，能够自主啊，啊，能够让事情单纯。像你们想知道哪个地方有苦、啊，哪个地方去度，啊，对你们的帮助很大。啊，像你不要看我大陆啊，我超了10几年了，我大陆人很好，鬼神众都很尊敬，大陆的鬼神众，而且你看这条黄河，我就超很久了。他今天写的黄河，我说你很棒，啊，黄河写出来，我黄河唱很久啊，黄河死的最多人，啊，这是就是像我们来修行啊，我也给大众是在救世啦，啊，那越苦的地方你就要去救，啊，真的，中国你说现在很苦足啊，啊，其实人性不安就是苦啦。有没有道理？啊，人心安就不苦了。啊，能够自主啊！现在再过几天有3个大陆人要进来了。啊，大陆要来的了，我欢迎他们来。啊，知道这个这么好的阿弥陀，给他带回家。
有三位啊都不错啊，能有他力，除非如佛菩萨见性者真心啊。像这么好的东西啊，大陆学佛这么多不认识太可惜啊，每个人呢、啊、都可以啊，要救救你们大陆，像李建平啊，应该网站啊怎么都出去给他们啊听经啊，能够解苦啊，这就是你的本事，你要去进行。像我都一直在进行，有没有道理啊？所以一切为众不求回馈啊，否则若是依靠他人他利啊，啊若有因果在其中啊，让事情也显得复杂难成。所以啊，给大众讲啊，像我们现在啊这个修行，你看我们这相关大佛寺，哎呦，福报很大。啊，这个福报大，你们要珍惜啊！每个人可以去发挥。啊，这么好的，我佛南无阿弥陀佛，赶快介绍给人家知道。我讲什么道理？现在香港都在发展了，啊，台湾也是啊，啊，佛能救人的啦，都不用吃药的啦。所以我也给净空老法师讲啊，人不会老了啊，师父来这里就不老了，还有胡居士也不用洗肾了，来这里就不用洗肾了，我都在邀请的嘞。啊，像这里啊，佛医病啊，你们现在看到我医了几个啊，你看看法王本来不行的嘞，啊，你看他现在你要加强这个啊，这个佛号要加紧，走路一步步都要练佛知道，不要再想自己了、啊。啊，只有佛能救你。啊，这毕竟呢，人啊都是带业来，哎，轮回中来，与之相处与互动啊，成为业力一部分。你看看，所以要给大众讲，没有一个对立，也没有一个不喜欢的人。啊，像你们呢，啊，这个带业有个丢掉了。像你们很多都在丢掉，那谁害谁自己啊？啊，自己要去解开，那要怎么解开？听经，听经很重要啊。像现在活的开始，不得了啊！每一句话，它都一针见血。啊，假如你能够醒悟过来，啊，你有没有业没业、啊？像佛很慈悲，啊，你要来修行，啊，没有过去，啊，假如你们都听不懂，我又跟你讲，你要来修行，没有昨天，我讲的又更明了，有没有道理啊？啊，你没有昨天呐、啊，今天当下你就能见性的。假如说你啊，咬都不放。啊，你昨天怎么样？明天又怎么样？啊，你这个不修行的呢，不可能的，也不能见性的。像我们时间都不够了。啊，能够救多少，尽量救。后台是阿弥陀佛，你们看到？我为什么写这张给你看？我要你们发心的。啊，你不要怕身体受伤了，佛会助你的。啊，像书记受伤之前，我的超度，我有没有粉丝？都很害怕，有没有道理？啊，我更强壮，你问卓士林，我是不是更强壮？啊，你问卓士林就知道了。卓士林给我讲，他今天拜了1000多拜啊。那我说你不错，他说那我应该拜几拜？我说你现在要给我做工啊。假如我就问了佛，佛说最少300拜，就好像你们这比丘尼一样了、啊，啊，就是有空就去拜个300拜，啊，不然108拜，因为你们要访问呐、啊，我给他讲，你要事情要给我做，因为他很多事啊，啊，很多事情他在管他的，啊，所以真的来不及啊，108就可以了，有没有道理？啊，真的可以了。3000拜我也希望你拜，哈哈，我也希望你们统统拜3000拜，
对你帮助很大的哎、欸。啊，所以毕竟呢、啊，人们都是带业来，啊，以轮回中，啊，以互相啊，啊，这个互动，成就业力的一部分，啊，不如啊，见性则无业力，啊，无论呢、啊，轮回束缚，一切来自自在，自主珍惜。所以给大众讲，跟人家相处看好。啊，我讲解、啊、佛开示给你们听，你们要好好听。啊，你要听了、啊，你能够放下，你对你就是帮助最大的。现在你要看到，啊，李秀文脸长得很漂亮，没看到？啊，我们讲庄严呐，叫民间就笑脸的啦，看笑脸呐。啊，他的女儿讲说他瘦，其实他现在比较年轻的，他刚来我们家很老。啊，而且你看，一直超度，一直超度，不得了。所以不如啊，见性啊，无能力啊，无论啊，无轮回的束缚。像我们现在给我们这里啊，香王大佛寺啊，不管是中的比较，我们是不会轮回啦。啊，除非你啊啊被人家控制走了，我就没办法。其实我们大家都可以完生的嘞。啊，像我们现在给大众讲，不是压力。啊，这是华喜，一天当两天用，对你最好。我跟你们讲要听，像今天的孩子我都满意了。啊，我不要你也写得太小，我不行。啊，因为这个给大众讲，你看这个流传下来不得了。啊，看佛的华丽无边，然后不得了。像今天呢，啊，佛就在这里。里面啊，真的看得见，他藏住都是发光的嘞，他没有做的嘞。像我们现在啊，这个佛寺来讲啊，三尊很大，西方三圣，一层楼高的嘞。啊，下面就是释迦牟尼佛了。所以给大众讲啊，都是长的，没有做的。啊，才知道佛的速度有多快。啊，像坐了、啊，给大众讲起来就太慢了。你看佛的慈悲啊，我看的都很感动。啊，一有空啊就赶快超度。对自己啊，给大众讲众生啊能够救。像我们也给比丘、比丘尼、众弟子讲。不要有自己，你会很苦。啊，没有自己啊，很快乐。啊，做无做无做无做，像在我们相关大佛寺，你没看，啊，老师在，啊，这个讲，宝贵宝相啊，相关大佛寺啊，啊，所以大家要珍惜呀、啊，啊，所以一切来自自在，自在住处珍惜啊。所以啊，岁月不饶人啊，真的岁月不饶人啊！啊，可是人家学佛就不老，像你看我就知道不老，而且精神好。我不像你们啊，中午啊休息，现在拜佛再去休息你就输掉了。啊，拜佛能量很好的嘞。啊，像我们今天呢、啊。都是附体才会进入空间的。啊，现在看到这么多的幽灵，这么多的星球，啊，你说这么多的空间，啊，像你没有进去超度不懂，像我进入海底的水分子的空间，啊，有无限大。你不要看我们踩下去，好像以前去海边踩下去，哎呀，踩下去都是重灵的嘞。现在看到才知道，眼睛开了才知道，哦，这事情严重。在大地来讲，无边的空间，在空间，在超空间，空间又是无边的空间。像我问了佛的，哇，这空间密密麻麻，啊，你可以给它放大，也可以缩小。放大的就有连带的了。像我们秒钟在走啊，它每个空间都不一样。你要知道这超度啊，像我今天学的超度都在教你们啊，你要知道空间的空间，
在云端的空间，你不要看一朵云啊，这一朵云几兆几兆啊，你们是不会看的嘞。你要看那个天人啊，啊，薄纱啊，这多少的天人呢？啊，不是一个两个的，重重无尽的。像给大众讲，你们要修行，眼睛一定要开了。啊，眼睛开，空间开啊，看了就清楚了。才知道众女有多少，很多的嘞，重重无尽。啊，看了会不会不会？啊，你今天不去打开它，它也不会开，它都在空间。这句话我讲给大众听，你们要听哦。不要太执着一样东西，啊！不要太执着这身体的感觉，啊！你只要执着这身体的感觉，你进入空间了，那你出不来。没人懂。好，我们来看看这个94页叫啊，岁月不饶人啊，11啊，这个阿弥陀开始讲，是我一段时间未见的朋友啊。在见面已经老病了。其实这个东西啊，像我现在学过30年，我给大众讲，讲你病跟老是附体。现在附体很多，现在我也给大众讲哦，啊，你假如不真正的听经改个性啊，你们会老得很快。像我现在把我们人体啊，我都在给你打开，啊，假如你能够听啊。这个礼拜我今天中午也讲得很好啊，早上啊，完全呢都是附体来的，而且我们的身体给大众讲啊，灵啊它没地方去，只要你啊相同它就进来了啊，而且它吸你的气。现在打开啊这个啊这个银河系的星球啊，你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在抢，他抢能量就是抢气啊。而且常在战争呢，这就击败这星球，就把它能量给抢来，啊，那就是魔众了。那现在啊，假如说再见已经老，啊，或者当时中孩子，如今啊跑跑跳跳的大孩子，啊，见如此，他又见又如何不一样了？像你现在看黄恩在后面是不是？啊，你叫他站起来。他像7岁的脸吗？你可以看啊，跟来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啦。他也没办法拜啊，因为外国人，他怎么拜？身都是外国人，怎么拜？啊，所以给大众讲，附体非常严重的。啊，说如今啊，已经啊，我见如实，他见我又如何？修行可有长进，功夫是否有成？啊，面容是否转慈悲，智慧是否增长？像你们比丘、比丘尼啊，包括师尊要听哦。啊，个性是否改过，习气是否减少？像我也给大众讲，假如说你现在还有个性，还有习气啊，你不可能坚信的。而且你附体会很多，像现在我也给你们生病了，包括我家里讲，只要你有自己啊抓得很紧了，终身不会放过你的啦，因为我给你宣布了，你已经是癌症了，知道吗？没有医的来，啊，你在外面就没医了，来这里有医了，啊，看呢你自己啊要不要改？已经没有无家境，只有南无阿弥陀，你就赚到了。像佛也教我们呢，啊，你生病怕不怕？不怕，没有过去就没有病，你有过去就有病。现在相关大佛是很忙的嘞，啊，你们是不忙了，我忙得不得了，啊，忙了就救人。
给这种奖啊，啊，一直超度，一直超度，对你是帮助很大的嘞。啊，是我懂得感恩了，不再抱怨。啊，寒露，只要在我们这里啊，啊，你还会抱怨，还有习气、啊。我告诉你，你是一非常愚痴的人，你这人已经没救了。没有人要养你，在澳洲啊，一个人生活没有那么简单的嘞。现在一个旅社听他讲啊，本来进啊住进一天150，现在180，啊180等于我们台湾3000多块台币啊，一暗的一暗三百几块百倍。像人家养你要给你开悟。啊，你还不成长，那你就输掉了。啊，要懂得感恩呐、啊，啊，找回自信。啊，你说找回自信容不容易？很容易，把自己忘掉就容易了。啊，你自己不忘掉不容易。啊，所以佛讲，六根身心是佛净化。啊，灵性是我提升，啊，灵性提升，大家好像不懂，我给他的灵敏觉知的，啊，你讲到一啊，他全打开，啊，讲到二，他全打开，他不用啊再思维，他完全开着，你看灵敏觉知有多好。就像你要叫我做一件事，你只要讲头，我尾巴都给你做成果，这叫灵敏啊。还有一个啊，不可思议，它细胞不老。像我现在操作到现在，我身体我觉得跟以前不一样，更好啊，脚更有力，不一样的嘞。啊，所以灵性提升呢、啊，练我是我得力，不说外老中断。啊，身心是我有望，一心念佛不断。像你家能够这样啊，做无做无做，啊，心都有佛号，你就赚到了。啊，你进化好处在细胞停止了，它不会老化。啊，假如你一直在想自己，我告诉你。你防不了，重症这么多，你怎么防？啊，每一次都有的众生，你防不了的嘞。像佛法的教育非常好，啊，他叫你不自私，你假如做得到，你就赚到了。啊，你说人有没有吃亏？没有吃亏。啊，你助人等于是助自己啊！啊，你心量窄小，你不能尽兴的来。啊，若有正向的转变，皆是于岁月流逝中，点点滴滴努力啊，累积而成，会快速，侥幸可得。像我说，我们讲改个性好不好改？你看我5年时间内。啊，以前都是上，啊，学佛了我都往下，我没有个性强。现在看到我们现在访问银河系的某种，每个个性都一流的。假如说你们要看到这个，才知道个性要改。个性不值钱呐。啊，假如你来我们贵宝地啊，啊，你个性不改，你就太可惜了。啊，我给大众讲要听，随着岁月流过，众生苦病未减少啊。像现在主要是要听经啊，佛法教育很棒。像人的该不改，不能老，把自己忘掉，没有昨天就不老。啊，你把昨天给忘掉。啊，像啊，现在我也给修行人讲啊，不管比丘、比丘尼，只要一直想，一直想，我告诉你，你不能脱胎换骨的来。
啊，叫你一直南无阿弥陀，南无阿弥陀，把自己忘掉，你才能脱胎换骨的。我好心劝你，你看你家婴儿戏一直南无阿弥陀，能量这么大，佛慈悲啊！啊，像你佛这功夫你们不学哦，要学。啊，我就看到华藏没有大勇大力，我也来大勇大力，我就学这个。你们一定要学的嘞！啊，无量寿经教的都要学哦，对你自己帮助是最大的。所以说的岁月流失啊，众生的苦啊，并未减少，甚至日渐增加。而因人心未改啊，灾异啊，乃在群谋事了，很可怜的嘞。没有人懂啊，现在疫情啊，我现在给疫情某讲啊，啊，现在好像现在澳洲人才都不管，欧洲人也不管啊，他们现在澳洲、欧洲人啊，不管你有病就上医院啊，他什么都开啊，而且通行的啊，现在有的不通的是他的国家不换的。啊，不然给疫情，你看看，搞了两年多，快三年了嘞。啊，说人们来在生活的啊忧苦不安之中，啊，支持自己相关诸子啊，更要珍惜此时啊，始终进修之情。所以你们啊，礼拜一、礼拜三都给我拜佛。啊，礼拜四要出坡。啊，礼拜四晚上6点呐、啊、到9点要拜佛。就是见性，家里面啊几辈子修来的福啊，佛现在顾你们了，你说有没有道理？要珍惜哦。假如说你拜不下去，你业太重了，那就很可怜。像现在给大众讲，没有谁淘汰谁，都是自己淘汰自己。啊，能够精进啊，对自己帮助最大，啊，所以这个啊，应该要珍惜此啊，始终修啊，进修之心，啊，有过则有苦啊，但要改过，免得受苦，啊，这个好像大家听不懂，啊，现在人道苦不苦，要看你了，啊，我觉得我今天做人很值钱，我敢冲啊，我都在学佛。啊，我看佛，你看看，几亿的婴儿戏啊，每一个地方他都了解。像我们现在讲我们地球就好。啊，你有念佛，你只要念到，他就到。这法界上真不得了了嘞！像你们现在啊，死掉的人那么久，你叫啊问佛，他马上给你讲在哪里。像这个功夫你不学呀、啊？啊，你不是愚痴就是狂妄，啊，我讲这愚痴狂妄，大家好像听不懂，个性不改就很难学了，啊，个性改就很好学了，啊，改到零点没有一点个性，见性就容易了，不然我告诉淘汰谁？淘汰你自己，也不是淘汰谁哦，没有人淘汰谁哦。啊，所以因为啊，众苦未曾停过啊，待之救度，所以无过则再进，每分每秒啊，这个皆与弥陀同行。这句话很深的，像我们今天学佛给大众讲，你不救人了、啊，你不是跟佛在一起。啊，像我们今天福报最大，啊，不离弥陀佛，啊，弥陀佛号，弥陀心，弥陀心，弥陀愿，这句话大家听不懂啊、哦，我给你报个消息，
啊，你不离弥陀啊，弥陀佛、弥陀心、弥陀愿，你的细胞不老。你看我细胞有老吗？你说没有？你认识我几年了？三年、四年了，香港到现在啊，嘿嘿，有没有道理啊？他能养颜的嘞，他细胞不死的嘞，而且皮肤很好。啊，像我四十七岁学佛，现在皮肤是四十七岁，不然你去问法喜。嘿嘿啊，法喜啊，他讲我一定要跟阿嬷一样不老，呵呵，一定不会老。啊，给大众讲，所以啊，不离弥陀，啊，弥陀佛号，弥陀心，弥陀行，弥陀愿，啊，给大众呢，光阴啊要上啊，情上用啊，岁月不老人啊。啊，所以要随佛救度急啊，以救众，此生不空苦。像现在我也给大众讲，其实学佛都非常简单了啊。像我们人道他不懂，啊啊，人道你没有佛法打开，不晓得，我们都是自己伤害自己，没有人伤害你。我讲这句话啊，大家一头雾水。啊，我也是自己伤害自己。你明明知道身体是假的，啊，是要灵性的提升，为这个身体付出的代价，你们太不值钱了。啊，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孩子，把自己老了没关系，还进空间了，太不值钱了。像我们啊，佛的开始讲得非常清楚的来，啊，我们要见性，我们很容易，非常容易，啊，没有昨天就可以见性的来。